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也就是我们如何将整个佛国，何谓佛？代表觉知觉醒。何谓国？也就是在所有的万王之王之中，人类位居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的大脑。所以我们自身大脑跟全身里面呢，展现出一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我们请翻到百净佛门课诵本量子佛法人体图书馆大藏经，我们同阿弥陀佛阿弥陀经的课诵本请翻到54页，请翻到54页。好，我们从前面的三行，前面的三行，一二三，最下面的地方啊，舍利弗，若有人以啊，就是现在啊，以发愿啊，以现在就是进行式啊，今发愿，就是你现在啊，现在当发愿，就是说时迟那时快，都是在这个一刹那当中，与神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重要的是量子的概念哦，你已发愿一生哦，就是我们清净的佛果，它比天堂更加不可思议，就是它所有的一切，我们会透过有这个肉体，有这个思维，所以它达到一个就是什么身息精舍，就是我们阿弥陀经48大愿的一样哦。啊，身息精舍，第三，所以他不会退转，所以他说已发愿，已生，今发愿今生，当发愿当生。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性，性呢，在我们人体里面，它就是一个 RNA， 所以它是一个性使，这个能量是完全呢，一定透过我们现在所有的真正的。白净家人呢、进入到这一刻当中，一定要完全呢、了解到，我们一旦进入到佛国，我们一旦进入到佛国，就完全呢，不再退了。所以这边叫做什么？不退转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所以我们今日呢，能够完全呢深入在佛法里面，以透过一份真心诚意的。我们要了解到呢，所有的整个大自然、大宇宙当中，所有的你只是用我们的这个细胞，还是我们的神经，尤其是整个神经回路当中的神经元。那因为它有突触，它有轴突，有束突，那中间所有的快速的传导的乙烯胆碱的当中，以及我们的血液。其实它在的都是跟我们的星球是一不是二了，所以我们相对呢，我们也从阿弥陀经当中看到呢，这个宇宙啊，这个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居然呢都是跟我们人体图书馆完全是合一的，因为我们的地球就像我们的细胞一样啊，我们也翻到呢这个所谓的白净生活管理科学。白净生活管理科学，对，透过意图调理大脑脑中小脑的生物结构，我们也非常清楚呢，所有的一切都是要透过我们人有一个承载体，就是肉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请翻到13页，13页。好，我们看到13页里面当中，为什么你一定要深入？整个科学也不到0.1%左右啊，不到0.1%。所以我们这一本是来自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哦，它太富贵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脑的细胞，这也是宇宙。所以你看那神经元，我们看的一个神经元中间的那个所谓的泛网的交叉，所以你只要明白它就像亘古不变的啊，所以你这一刻呢，你才会知道怎么个亘古不变。大家看一下这个脑细胞跟宇宙一模一样。那我们怎么去做分裂呢？从恒星其实他们所呈现出来，你可以看量子，从这个远端到这个远端的当中，其实他们所产现出来的都是刚刚所说的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已生、
今生、当生。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刻意念过去马上比星球光速更加快。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眼睛的星球，你看这星云啊，一样的。所以我们人类呢，为什么从我们的眼睛左眼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有没有人在说话啊？因为他的瞳孔啊，瞳孔是不是，因为我们人呢，一旦呢跟整个大自然的星球一旦连通的和我们的星状体啊，我们眼睛啊，我们眼睛就有星状体，其实它是重重无尽的，跟我们的星球那个星云呢都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到呢，这个阿弥陀佛相对的法，它是法界常身，常在身体里面啊，是故世界大同，世界和平，即身体内在的各种脏器、组织、细胞的和谐通达无碍，所产生平和的能量呢，形成氛围，由体内超越啊，越广越强，渐渐的扩散至体外。所以你一定要透过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它里面是重重无尽的大能量。因为你启动阿弥陀佛，你启动南无阿弥陀佛，它就产生最原始的热能啊，牛顿第二定律里面的。所以它里面有个熵素，一个火在一个熵，这个自然而然的呢，可以透过我们从宇宙大自然当中跟身体，其实就是刚刚阿弥陀佛经说的，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原理都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渐渐的呢了解之后深入经典，我们了解到整个宇宙的浩瀚没有离开我们自身，所以呢可以让我们加强更加稳定周遭一切，所以体内呢越和谐清净，能量呢范围就越广。所以人体是小宇宙啊，宇宙就是大宇宙，圆满小宇宙自然大宇宙就圆满了。所以人我能量是一体的，形成的共振氛围越大越强，以及整个从已发愿、经发愿、当发愿啊，所以这一阿弥陀佛经五十四页这个文哦，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啊，它就是整个宇宙啊，宇宙星系星团从恒星当中再次的呢，透过这个呢灵。这个生命这个亘古不变的这个职能啊，它的职跟能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意念当中，所以这个意念当中我们一定要透过五劫已经完成了，现在已经十劫了，也就是阿弥陀佛的佛果。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这个世界呢真正的了解之后，所有的世界和平就是内外合一嘛，内就是我们人类的小周天啊，外就是大周天。我们同声开口，为此殊胜清净的能量，为此口中背后的万姓万灵及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未善知识及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常及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持念，愿本身随佛在所不行，化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祈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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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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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了解到呢，整个宇宙居然能够在我们的眼睛这么小的一个整个视网膜看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树突哦，只要你念一句佛号，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最维系的整个脉络膜，还有我们的耳朵整个毛鳞细胞，
整个我们更深的鼻孔里面当中的这些毛细细胞，以及我们更加很深层的这个喉啊，咽喉当中有重重无尽的这些口水酵素，你可以看呢、哦，它就漂亮的像又像草莓这样子的发光，每一个体哦，每一个的蓄积里面就像草莓这样密密麻麻，里面又发光。我们看到草莓是红的，那好像一点一点的芝麻，那相对的。整个星球当中，在我们的口中，你假设呢，都说舌灿莲花，说真正的呢，对这个法实质的都是在讲正法呢，它就会快速都会在我们的视丘就大放光这一颗珠了。那相对视丘一放光之后呢，我们呢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脑下垂体，它也同时大放光，还有我们的松果体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星系里面，只要你能够将阿弥陀经更加深入，你一定要从富贵的华严经，从心佛众生都是一体的法华经，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办不到就是从楞严经开悟，在楞严当中就是我们个人的五蕴十抹，你修行偏离了，你不知道整个是从戒定慧三无漏学当中，就是经发愿回归西方极乐净土，经发愿人人都能够透过一句阿弥陀佛回到我们的西方极乐佛国，我们当发愿每一个透过南无阿弥陀佛居然能够在同时间共振达到整个天体，我们同声开口，为此殊胜的大能量当中，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类觉醒，觉醒在什么，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只要您懂得将我们今日呢最重要的阿弥陀经当中，也是将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透过我们的白金生活管理科学89页体耐力，你一定要透过你的身体要去训练，因为这个窄门佛果的窄门，它一定要透过我们70%的观念，尤其是30%的肉体，不管你现在是有肿瘤还是有这些不正常的细胞的增生，甚至呢我们形成了这个身体里面的苦，还是你遇到人世间最苦的，恭喜你，你有一个天体，就是本身跟佛是众生都是一体的，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你才能够透过在痛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的概念了，你有这方面的概念的话，相对你可以看就像我们的手掌，我们在做完心灵力之后，我们透过体耐力啊，我们将这个手呢整个快速的举扬到超过心脏，再快速的呢自然像降落伞这样子啊，直接往后拍，所以这个手掌一定要打开哦，手一定要打直哦，向前向后拍掌，脚趾头要抓地，所以一定要强而有力的拍，拍到几掌不要怕痛，一定可以拍出，所以我们的手掌会淤青，就像我们身体呢这个有问题的就鲜血出口了啊，所以这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可以十念法当中，我们用五会当中，你就可以透过两会就100声了啊，所以这个殊胜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载体，我们身体的细胞里面有非常非常圆满的胞器，我们的胞器呢其实不只是16个，我们只是一种表法而已，因为这是大通智胜王佛在法华经成佛当中所有的法王子代表呢，法是遍满虚空，所谓的16，我们加意念的念头再加法界所以18界也是代表我们的身口意，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6再乘欲界色界无色界等于18，所以这18界当中扣掉我们的念头，再加上整个念头所投射出来的，其实这16王子第9位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了，第16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了，所以我们呢越清楚越精准的话呢，其实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它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么容易的可以读出来的，为什么，就像你现在看看很累很累的话，你打瞌睡那一刹那呢，说时迟那时快哦，10^-3758-0963-8400，你自己不知道是重圆心还是无记性，你不知道你跑去哪里了啊，所以我们一定平常要操练哦，让自己一定要在非常极致的疲劳的当中呢，
没有到晚上松果体放松，能够让美拉令加强我们白天的棕色细胞的时候呢，你一定记得中夜才能够放松。何谓中夜？就是呢，你可以早一点，大概九点半呢，快十点就躺着，一直躺着，所以躺，它就眼快速冬眠期，大概十点十几分进入眼快速冬眠期，第三期、第四期的时候，进入到最深层的这个修补的 day and night 当中。你就会感觉上，不管你是抽烟的人，不管你是吃药的人，不管你是常年吃安眠药的人，不管你现在呢常年呢睡眠品质不好的，你白天哦这个太阳光的这个能量要够，那晚上你一刹那进去修补之后呢，每天大概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会像做噩梦这么可怕，叫得很惨痛，大概最晚大概一个礼拜几乎到甚至两个礼拜，几乎你的完全呢快速眼动眠时期就可以帮你做最圆满的修补了所以这都是在佛在宝藏经里面当中，在杂藏经里面都透过这阿含经让我们相应部当中的什么学习所以相应呢，为什么我们叫做瑜伽，我们翻译叫瑜伽就是要记得，就是说一定是跟大自然当中的西方佛果，因为70%那30%我们的肉体在当下，你可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恳切，因为这些疾病痛苦黑暗的有福了，我们同声开口为此大能量叩钟，背后的万姓万灵即使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集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从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最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持念，愿本身随故自所不惜，化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也将这么圆满的功德呢，回向给法界众生、白净家人、常随众，以及只要你当下呢能够认同本具足的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最重要要相信宇宙的原因，那么阿弥陀佛必定能够照你心想事成。我们同声开口，将所有的功德呢常随众、未来佛、白净家人、十方法界众生临终这一刻当中真正的可以达到佛的接引，回到西方极乐佛国，我们同声开口放光，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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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我们每到这个时间，透过时空同意再来共振大自然宇宙音频，这都是呢感恩我们的世尊佛的大慈大悲，让我们今日能够因为华严经的殊胜，再加上呢最重要的成佛，让我们能够降临有这么棒的阿弥陀经，也透过我们所有重重无尽的所有的疑问，都从楞严经看出所有的一切，不管神通也好，不管神秘的主意也好，完全要透过戒定慧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必定能够达到现在有量子力学来印证的。感恩我们将主播转交给广钧法师，阿弥陀佛。